陈连宏陈总陈总教练欢迎，很高兴啊，来可以来这边跟大家一起共事这样子，大家一起努力。现在的职位就是有改变，就是我现在来这边就是变成要去训练跟养成一些选手，希望选手就是能比较自主，养成一些好的习惯，就是说提早来球场做一些准备。那自己欠缺什么，你自己想要做什么，可以自己去提前的训练你自己这样子，没有，然后再进入团体的训练。我有的可能去年也不在这边，有的还不太认识，就是要很快的去认识他们这样子。一些高中毕业的跟大学毕业当然是不太一样，那也要总教练这边，他有可能说，有几个选手他可能随时会用到的，还是有状况的时候，他可以有一些后面的人可以马上上去。那这些选手可能就比较多在注重在比赛，那一直维持了比赛的感觉、球感这样子。